领队，然后教练团就是当初把我选进来，今天才有办法能够就是在这里可以跟大家一起庆祝三连霸的喜悦。那在这之中，其实自己的状况也是起起伏伏。那其实我真的非常感谢学长们，就是在这之中一直不断的跟我分享他们的经验，那就是也让我能够重拾信心。那也要非常感谢学长们在先前能够替我们打下江山，那我们年轻的选手也会以此为借鉴。那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加油。也谢谢10号队我们一直以来陪伴，谢谢。